最新消息，台北国道三号北上16.3公里处，上午11点多发生了严重的追撞车祸。根据了解，现场一辆连结车跟4辆小客车发生连环撞，其中一辆银色轿车车身后半部直接被撞到凹陷变形，现场有8个人受伤，有人还在受困中，目前有2个人顺利脱困，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